么呀？期待的。有什么礼物呢？有什么礼物呢？这个有。漂亮，你就这样生气？哎、豆花妹好漂亮哟、哦，漂亮哟，我好喜欢豆花哟。你这个火腿妹哟、哦，我是桂林，桂林，桂林火腿妹哟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喜欢不喜欢，那没有关系。来，我们看看那个台湾的朋友还有送我们什么呀？什么礼物哟？什么礼物？什么礼物？这个哟。不需要那么夸张啊！看到了吧，就等于讲出来就好了，你喊那么大声。没有，我最主要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哟、哦？啊，红线油可以许愿哟。没有错哟，很好哟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许愿哟，好吧？一二三，把它讲出来。一二三，我们想跟罗志祥合作哟。是有对你不礼貌吗？有啊，是有乱跟你开玩笑吗？有啊，是有乱拿这个东西当梗吗？有啊，你有去吗？有，哎、有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最好就是不要暴力哦，知道吗？真的不好。我们赶快来唱一首歌来规劝你，劝你还可以唱。真的不要暴力哦，不要暴力哦。我们赶快来唱一首歌来告诉大家说，不要有暴力好不好哟？好，来来来来。